成功吧。来来，三星，金角啊，主角啊，全这样子，我全套都给你，好不好？什么会传统的？老公全套，全套。其实应该人人都组得出来啊，很多人都会组得出来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应该是没有错。好，这一对、哦、这一对就献给林月。你要高你啊！给他这顶的战术指导是你啊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其实我看，没有破盾哦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平民转注是 OK 的。好，首先我们的要诀没有要什么，至少要过到第五关，好吧？过不到第五关就对，好，他已经隔天了，我刚好可以吃一下补体，反正我体力通常忘记用了。城之内行玩家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游戏的那个是不是？对，游戏往城之内靠运气是还是怎样？嗯，不好讲，因为忘记游戏王靠运气是好玩的，对，靠运气是好玩的。啊，看你老是那边一堆，操！你懂吗？他换日哎，所以我刚队伍根本没换过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我刚编好队了。但是他换日了，去你妈的再见！啊，我是说去你妈妈那边的话，我就跟你说再见，因为我要去你妈妈那边。他妈！好，运气的部分基本上是一个就是那个娱乐效果了，我们还是玩那个稳扎稳打的队伍了。哦，基本上刚示范两队哈，那现在就是要示范运气队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请叫我城之百姓，好不好？前面不要加柳 ，OK？ 不要加柳啊，听不懂？柳城之百姓，好不好？这一只什么？啊？忘记了吗？还有一只什么？鱼角。你不放奥丁的掉哈？啊？我们要放黄奥丁啊，就很基本款嘛。没有，就单奥丁而已、啊。是啊，单奥丁啊，很基本款啊。洛达，柳城之百姓，你知道？战术指导、哦，高利啊。哎，唔忙搞，光手转七康一种物件，我唔是玩太嚣张，我倒七康。哦，首先一开始应该是断心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居然还给我三颗哎、欸，这算是施舍吗？啊，记得第一关建议去转妲己的智囊三颗，回复力会多给一点点。好，三颗嘛哈，冇问题。啊，是短直刀，不要短横刀。哎、啊，要短到金珠哦，要直刀，有直的，直长三颗。对，回复其实多呢，不是很多吗？有差了，有差了。所以这一定是有差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要打哪一只？啊，先打左右啊，就先打左右啦。哎呀，好。然后边补边打，对不对？要全体吗？不要全体，千万不要多全体，多全体你清理出场。斜转。好、啊，六康啊！好，送走两只，漂亮。我没有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小弟手有点那个。你今天是打一只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是打一只。啊，我不晓得啊，我看我，你懂吗？就平民转注都可以转到这种威力的，对。对，有些时候对，我懂啊，我。这就是康博他们说的，不然不好吃鸡。这已经被转透了。然后现在呢？啊，你起疾病就好了。啊，你那话也起来可以。你说怎样？现在要做什么？你就尽量起疾啊。啊，摩西迪哦。对啊。好，应观众要求，摩西迪。因为我很多新珠，我可以留下一个，没有问题。那、啊、你不要天降暗珠哦，我想跟你讲。哦耶！继续磨吗？补血嘛，对不对？不要消暗珠，是不是 ？OK， 没问题。啊！你们要讲话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转下去了。我相信应该是这样的战术。
如果按金太多的话，你可以转双子的出海，就是接四颗，然后靠双子那个转掉。Okay. 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这个技巧我知道，所以 我知道怎么用哈。继续磨合。好，那关键要睡觉了。晚安，要靠你姐。谁要睡觉？我要睡觉啊！干，你想中途绕跑啊？啊？来，叫靠你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因为我们约他那个太晚都军师跑掉啦。哦，就我们就靠自己的哈。我的心里崇拜，但是你是已经。好、哦，战术性的绿珠加储技、哦、基本上是可以的，我认为是可以的。这个新珠我们就不要消那么多了、哦、留一点，留一点当子弹。哎呦喂！不要不要！这波我打算一波把它带走哈，然后顺便这个捋一点那个猪出来，什么猪嘞？什么猪嘞？靠，这什么鬼？就是整片都是光柱的意思，就对了。说脸油不露脸。小心攻顶哦。小心哦，鬼片龙心呢？这个跟各位报告，他只能做一康哦，他没办法做两康、哦。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叠珠人啊，卖不敢顶哦，不行。第四关，能力继承。能力继承，我们先打这个火的哈。哦，消大概，这样差不多可以，这样差不多可以。赢过来了，这个回复流真的很怀疑。舒服，再就是属于一个一波带走的姿态了哈。啊，谁带走谁我们不晓得哈，这个试了才知道。谁带走谁呢？当然是我带走他了，开什么玩笑？岩马转出，非常好。我没有技能，不要弄我哈、哦。嗯，好样的。我来看看。没攻击，对啊，要留猪啊，留攻击猪哈。他是 CD 一耶，
幅度一耶，一耶，斜转，这时候斜转是非常危险的。迪卡的亏的人啊，迪卡啊，你一线两秒转，平均转都不好转，我都转了一两秒了。谢谢，谢谢。第六关，看这样可以打到第六关。好了，不要无视减伤了，我也没有减伤了。怎么感觉都那个不是很妥哈？没关系，下一关才是重点。无视减伤98回合。两组新珠应该是补得回来，反正就跟他玩玩看，好吧？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次没有用消当队，还是可以转这么多康嘛？也就是说实力会是被逼出来的。十二康宝完全没有攻击力，非常好。这应该不贵啊，这一个。我看了一眼啊。手消尽光暗，好。我知道怎么做了。这是配技的问题哦，白金会这样用，是我要配技。这时候要非常小心哦，三鼠抓弄出来哦。水火地，阿林老师，我小啊，好，三鼠，阿林博西，看，他没死，我还在三怎么数啊？不用了，看三老鼠直接开机一波把他带走，转太少。我龙克博啊。外龙克博，看着外龙克，应该变龟奥丁呢？这边龟奥丁应该上来造了。我们角度看起来都很漂亮。给我点三鼠吧，水，我要水啦！不赌天降，这不能赌天降，我要水啊！应该会给我水吧？如果够给面子，应该会给水吧？哦，这时候把那光珠全部消掉掉，应该会给水啦，应该会。阿林老师，什么鬼啊？他到底笑了什么鬼？完全看不出来，什么鬼啊？四颗蛋做完屁啊！我确定一下，奥丁是转什么？有点忘了。木转型，好吧，我们用不同的绝地逢生哈。跟我阿内圣啊，我嘛不看人阿内圣鬼，没看过四颗。四根哈，
来吧，降一下吧。你要降就赶快降，不要降。嗯，免息管就对了。像我人安尼升神魔之塔的，那较含的无要紧，不要卡住哦，我先跟你警告、哦。看，真的给我卡那个位置。那、啊、你知道我要那个位置？真聪明。关心，毛干，毛干，没有关系的，关心就断了啊、哦，不要伤心就好了。喂，基本上完全就无一个路过迄个天空哦。哦，这边是可以磨啦，跟各位报告，因为它 CD 二，哦 CD 二，哦这么可怕的叠书，我已经不太希望它太早死了，我不太希望它太早死了，所以这时候要做什么？一康，一康的按住。对，没错，是新福神，没错，是新。哦，六千多，我建议各位康博出来是拉一下哦。哦，公布，赶紧捏起！百姓康博数的问题的，我不会偷吃的，我就直接吃吧。反正成就我也想解一下，一颗石头，干咩鸡啊？阿恁包几条？康博数还是要拉高一下了，各位。不要太死了，对，我那个血量抓的没有太好。我这一段看，如果有办法到这一关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。好，如果到这一关的话，我相信大家已经跃跃欲试了。靠，我要弄那一颗哎。两康。我要冲到复测吗？我才不要了！啊，不行啊，不要啊！哦，加血量，加血量！看，为什么要给我弄那一颗啊？好，转型。我们技能已经出好了，不要忘记了，各位。这队看来是有机会了，我不先跟各位讲，有机会领死了。这边就是做两波啊，所以我说有机会了。我思考一下。玩狠一点好了，我们不要争上，我们直接一波把它带走。
去死吧你！谢谢。天宫，一嘟，压血压得漂亮，500多万。我看我还是转这个比较妥一点哈。1212123455 ，OK。这个好，1235555，这个叠珠哈，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意外，既然叠了，我们就把它叠下去吧。叠珠增加入珠次数一波，带走。哦，谢谢各位，好像是可以的哈，这对应该前面过了就是过了，好吧？增伤哦，那个你可以用我计算机弄哦，那它增伤是算颗数的，算颗数的，好吧？落打好像可以哦，阿金刚刚没有思维的话应该可以哦，杀鸡棒没卖人家好不好？好，因为各位示范了三对哈，这对应该可以啦，那大家应该转租会比白金好一点，应该是可以吧？有没有这对超稳的？看李月居然出现呢，李月居然出现，那要看是谁用的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用才会稳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是北七，是 G8，你打错了，是 G8。